之前啊，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那个山林里面很多人贴这个标签啊，他们是想是说用这种可以腐坏的那种标签。好，那我就觉得你这样用贴那个标签这样不对啊，不是说不对，是你用会腐坏的标签是不对的，因为它其实就是路标啊，它就是路标。例如说像你在前面这条路，你看我这样下来的，很明显它就是左边有路，然后呢右边也有路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那我要选哪一条路？那这个真的不明显啊，对，所以要往前走啊。对啊，所以说应该是要，就是说路标，但是贴那个标签，我觉得非常感谢，因为在很多那种高山，它就是要有那个沿路上都有那种登山队它的路标，这样是明显，才不会迷路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才不会迷路啊。你看这边有很多路。